这次你们能来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嗯、我也是啊，舒婉姐姐。在这个地方，居然还有如此先进的思想，难不成？娄小姐，听闻娄家乃是临安城当中的皇商啊，那想必富可敌国呀，有这么多钱，院子一定也不小吧？那么大的院子，那么厚的墙体，你家 WiFi 密码是多少？林公子，您说歪什么码？没关系 ，WiFi 密码不知道，二维码你总该知道了吧？二维码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啊？嗯，林公子，我家确实有码，但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码，恕我还真没有听说过。我也没听过。无妨，只是西域的两种奇珍野兽罢了。檀儿，早就听你说过宁公子博学多才，见多识广，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。哪里哪里，姐姐过奖了。塞我锁机哪儿去了？宁立恒，一整天奇奇怪怪，行为诡异，你要干什么？鸡？什么鸡呀？林公子想吃鸡，我可以安排下人准备。檀儿，你们想喝鸡汤，还是想让他们做只烧鸡？舒婉姐姐不必客气了，我是不用鸡汤了。我家相公是要补一补了。我像只鱼儿在你的荷塘，只为和你守候那皎白月光。喝汤呀喝汤，你慢慢慢畅游。不听歌是吧？你给我换一个。今年过年不收礼呀，不收礼呀，不收礼，不收礼呀，不收礼，收礼只收。广告也不看啊。宫廷玉液酒。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你是不是想说一百八一杯？别忍着，快说！不说，看你能忍到什么时候。一百八一杯，这酒怎么样啊？听我给你吹，瞧我这张嘴呀，一杯你开胃，我喊了一声美，二杯你肾不亏，哈哈，还是美。三杯两杯下了肚，保证你的小脸啊，粉嘟嘟的。你好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